顯理中學校長馬月發先生、領隊李安妮老師、音樂總監周基全先生、樂隊導師周基全先生、指揮周基全先生。本校步衝樂隊曾參與不少活動、比賽及表演，並多次獲得金獎、最佳敲擊樂獎、最佳小鼓手、最佳套鼓手、最佳音樂效果獎、最佳旗袍啦啦隊獎等等。樂隊更於2008年將奧運馬術比賽擔任表演嘉賓，並於2021年到泰國參與國際步操樂隊敲擊比賽。Peace ready? Jump major, peace ready? Peace start the show.